郭品超深夜牵手女子，先后进同一家酒店，女方疑似黄子韬旗下艺人。近日有媒体拍到郭品超和一个女子深夜一起吃饭，出门之后两人还亲密牵手。这些照片曝光之后，很多网友纷纷猜测郭品超恋情曝光。郭品超和该女子分开之后又先后进了同一家酒店，看到这一幕不得不让人浮想联翩。不过具体什么情况还是要等待准确的消息。这些照片爆出之后，很多人开始猜测女子是谁。据悉该女子是黄子韬旗下女艺人马子涵。很多网友都知道郭品超和黄子韬的关系很好，黄子韬旗下的女艺人和郭品超认识也是正常的，而且还很可能有黄子韬牵线搭桥的作用。郭品超和马子涵相差19岁，不过在娱乐圈这个差距似乎还是很正常的。两人是否有恋情还要等待官宣，目前的一切都还是猜测。